老板，我要一个奶酪，这个多少钱一个呀？7块。牛奶油、草莓、蓝莓、菠萝、椰果、巧克力、花生酱，你要啥味的？我可以所有酱都加一点吗？随便随便，那都不是事。这巧克力酱都自个儿弄的。啊、自己化，纯的、那奶酪不好。我想多要一点奶油。好的，奶油多点。这奶酪长得跟华夫饼真像。这是草莓酱、蓝莓、菠萝，这是巧克力。还要加一点椰果，真是小时候吃那种。你不是丹东的吗？啊，我不是丹东的。我家这好吃，这好大一个呀，烤的好酥脆。我这是加了7种酱的，奶油加了巧克力，好好吃，口感很丝滑，里边还有椰果和各种果酱的，还有浓浓的奶香味。它是那种甜辣口的，就不会很辣，而且它这个鱿鱼是很 Q 弹的那种，年糕也是特别的软糯，短短的，真的是满满的一份儿。